这一期咱们要讲的是藤本弘大师于72年创作的小短片《轻松去杀人》。故事是以本片的主人公河口先生的回忆开始的，我想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昨天是星期一，早上一如平常，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房间里，和往常一样洗漱，和往常一样去拿报纸。就在那时候，自己突然感到剧烈的疼痛，疼得就好像有人从背后刺了我一刀，我都以为自己要死掉了。就这样持续了大概5分钟左右，突然又不疼了。原来此时讲述着回忆的河口，他正在接受治疗。医生是边听边拿笔进行记录，并问道：您是说从那之后就变得与平时不大一样了？怎么不一样呢？河口想了想，有些丧气地说：算了吧，反正有毛病的是我。说着他起身边穿衣服边说道：本来我是不想来的，是我太太硬要我来。医生连忙是起身好言劝阻，但河口却认为大家都这么说，毛病就是在我，连我也开始这么觉得了。但最终没能抵挡得住热情的大夫，他无奈地又躺了回去，并继续讲述。躺过之后自己就醒了，可醒来后总觉得哪里有点怪怪的，虽然说不出来吧，明明这个自己熟得不能再熟的家，但自己却好像来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。拿着报纸回了家，妻子很奇怪：你不是去钓鱼了吗？河口是莫名其妙：今天又不是星期天。说完嘀咕着简直是吃错药了。他看着报进了屋，坐在沙发上看报时，女儿如往常一般说着早安，在下意识回应完之后，他惊了，他大喊：老婆，几点了？早饭呢？赶紧准备早饭啊！哪知道他老婆面红耳赤，急匆匆地跑来，小声地在他耳边抱怨道：那么大声，附近的邻居岂不都听见了？河口很奇怪，我催你做饭难道不对了吗？赶紧去准备。没想到妻子娇羞地说了声讨厌，捂着脸跑开了。河口是一头雾水，想不通的他抓着衣服就要出门，不然可就迟到了。哪知道妻子急匆匆地跑来喊住了他，在他耳边小声地说着什么。河口没听清，问道：你在说什么呀？大声一点啊。由于女儿还在一旁，妻子红着脸说道：饭已经准备好了。坐到餐桌前，河口更奇怪了，吃个饭而已，为什么要拉窗帘，还要把门锁起来？所以他对医生问道：看，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？但这位心理医生却肯定地说：不，不奇怪，以现在的常识来看，你这样确实有点偏离常规，但绝对不是什么精神问题，你很正常。基本上食欲是生物生存时不可或缺的本能，也有人主张在吃东西时要更愉悦更开明。这种观点啊，从北欧一带开始发展，现在逐渐成为世界的风潮。这根本不是不正常，应该说你吸取新知识非常的快。说着医生露出一副男人都懂的笑容：其实啊，我这里也有收藏照片、录音带、录像带，你看，这是报时餐会时的彩色照。但河口他没兴趣，他再次穿起衣服要回去。医生也再次上前：都说了，我能理解你的。见河口去意已决，医生决定换个思路。他提议道：咱们重来一次，这一次我们抛开所有的常识和固有观点，我们就把自己当成火星人如何？这是第一次来地球。于是对看到的、听到的都觉得非常的新奇。你昨天外出探险，现在已经回来了，来，辛苦你做个报告给我听吧，将你的体验都说出来，然后我们再一起思考。就这样，河口再次躺回床上并继续讲述。不知为何啊，我们一家子就好像充满了罪恶感，既害臊又丢脸地吃完了那顿饭。吃完早饭的河口就要出门上班了，妻子很奇怪：今天可是周一啊。河口用奇怪的眼光盯着妻子一会儿后，他默默地出门了，因为自己基本上是个不拘小节的人。走出去没多久，路上有浇花的邻居，也有带着两个孩子的小池先生，他们都说：假日为什么不好好在家休息呀？周一还去上班，您真勤劳。觉得很不对劲的河口转身跑回了家，进门就问：小池先生家不是独子吗？而这一次换来妻子用不解的眼光进行打量，最终妻子也和他之前一样
没有过多追问，而是接过河口的西装问道，上次的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还处于迷糊的河口随口问了句，哪件事啊？妻子说，就是转让权利书给山田先生啊。山田先生说愿意付100万，要不干脆给他算了，反正我们也没有想要杀的人。本来河口是一直都在心不在焉地附和着，当听到杀人时，她机灵一下，见自家老公慌慌张张地跑来问自己刚刚说了什么，妻子很不满，每次和你说话你都不在听。人在毛躁时有时讲话就会驴唇不对马嘴，结果二人是大吵一架，是女儿小百合的哭嚎打断了他们。妻子要晚上细谈，河口是连忙安抚，他随手从一旁拿出本灰姑娘要给女儿讲故事听，但讲了没几句，女儿就能轻车熟路地说出之后的剧情。河口夸赞自家女儿真了不起，可当他随手翻到最后一页，他惊了，那是王子与灰姑娘真正的婚后生活。看着那犹如春宫图一般的画面，河口惊的是原地起飞，他跑到妻子跟前涨红着脸问道，谁？这本书是谁买的？妻子淡定地说，你买的，怎么了？接过后看了眼最后一页，妻子很纳闷，这不就是婚后场景吗？怎么了？诡异。听着女儿还我故事书的河口只觉得太不对劲了，回想着妻子当时的眼神，处于医疗室的河口气愤地对医生抱怨道，你一定也觉得很不正常吧？医生连忙附和，对对对，真的真的太不正常了，地球人可真奇怪，真是不可思议的人种。一副夸张的表演后，他问道，然后呢？河口不傻，见他情绪再次激动，医生连忙说，懂了，我真懂了，也就是说，明明对所有跟食欲相关的事都神秘兮兮的，但对性欲却非常的开明，你的疑惑点就在这儿是吧？真是的，以我们火星人的观点来看，这价值观简直是颠三倒四，乱七八糟。见他认同，河口是喜极而泣，因为终于终于有人愿意认真地听我讲了。但医生回身就来了个但是既然你都来地球了，你就要以地球人的立场尝试着去思考，说不定你就会找到他们这么做的理由。食欲、性欲，这是最根本的欲望，少了哪一个地球人都会灭亡。河口点头表示这点自己是知道的。医生接着说，那么硬要说两种欲望，哪种比较令人害臊呢？首先，食欲是什么？是为了维持个体生活而产生的欲望，也就是说，这种欲望是个人的、封闭的、独善的。那么性欲呢？它是以延续种族为目的而产生的欲望，这种欲望具有公共的、社会的、发展性的特质。你这样想的话，是不是地球的社会就没那么奇怪了呢？但河口他还是觉得很奇怪，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医生双手一摊，当然从以前就这样啊，我想应该是吧。算了，这个问题先放一放。河口则继续讲述早上发生的种种，妻子甚至都怀疑丈夫是不是发烧了。都怪你呀，虽然河口很想这样的大吼一声，但他最终还是没有，他越来越没自信了。出了门的河口找不到站前商店街的寿司店、拉面馆、点心屋，他现在是心烦意乱，也懒得找人去问。走着走着，有个熟人过来搭话，对方要买车票去新宿，当听到要付70元时，他觉得太贵了，50吧，超过了我可付不出啊。让河口目瞪口呆的是，售票员居然同意了，还称赞道，您可真会砍价。河口搞不懂了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在他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时，听到一旁那个穿着学生装的小女孩抱怨，这阵子宝宝变得好重啊。一旁的男孩则提议，要不你试试看少喂点奶。女孩抱怨，宝宝的体型还不都是遗传你的。男孩却说，伤脑筋，那就把它丢掉再生一个好了。紧接着让河口觉得逆天的操作来了，女孩真的兴奋地将宝宝丢进了垃圾桶，并大叫着，再生一个，再生一个。因为男孩也开始行动了，邀请他就在这儿立刻马上的制造宝宝。就在此时，警察出现，他打断了二人的交媾，理由则是
不可以随便丢掉小孩子，要先备份才能丢，你们要先打电话给卫生所才行。说完气呼呼地走了，并抱怨道，现在的年轻人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一旁的河口全程看下来，此时脑回路已经是完全不够用，但很快更炸裂的来了。刚刚那个和他搭话的西装男在逃命，而身后拿刀追赶的则是他的太太。女人快步上前，一把刀了自己的丈夫，理由是禽兽竟然敢和隔壁的美代一起吃饭。现场围观的人很多，但除了河口，大家都是毫无波澜。杀了人的夫人提着血淋淋的刀，发现了一旁的熟人河口先生，见他优雅地朝自己打着招呼，河口受不了了，他尖叫着跑回了家。然而对于他的刺激还未结束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正是那位山田先生，他带来了100万，无论如何他都想要全力输。山田老先生说，如你所见，我没小孩子，所以没办法拿到全力输，现在有个商场上的仇人，我很想杀了他。一旁妻子也劝道，老公，你就把权力书给他吧。妻子的一生如何呀，彻底的逼疯了河口。听他讲述完一切的医生说道，真是恐怖啊，地球人居然认同杀人是合法的，实在是难以置信。随后他话锋一转，那么我们再次以地球人的观点来分析分析，把这个社会比喻成巨大的生物好了。对于生物来说，如果构成自己身体的细胞想要自相残杀，难道他会高兴去处理这些问题吗？他会这么希望吗？个人的争端就应该个人自行解决，这是谬论。河口气得大喊，你这是胡说八道。但医生提出一个问题，地球的负荷量，我们必须要承认现在的社会已经过了成长期，人口不能再继续的增长下去了，往后要进行的就是细胞代谢。这话虽然河口很气愤，但他无力反驳。医生接着说，出生率现在是年年增加，但自然死亡率却逐年的减少，演变至今确实有必要要考虑以正常的手段将多余的人口除去。河口无言以对。医生见状则趁热打铁，那么我问你啊，为什么要尊重生命？河口回答道，这是基本常识啊。医生笑了，你这不是答案，请你给我具体说明。来，请回答我。在他一声声的催促中，河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门开了，治疗室外是焦急等待的妻子。医生笑着说，放心吧，你老公的妄想症已经完全的治好了。确实治好了，河口对妻子悄悄地说，我们回家吧，从早上到现在我的肚子一直都好饿。这话听得妻子是一脸的娇羞。回家的路上二人很亲密，对于妄想症是怎么产生的，河口也不想再谈。走着走着，妻子突然说，我觉得不要卖权力书了。因为她小声地对丈夫说，海野先生好像很想杀掉你，听说是因为科长的位子要由你来接手。回到家的河口很生气，那家伙从以前就看他很不顺眼，好，明天我就去杀了他。对于他的杀人宣言，妻子和女儿是一阵的欢呼并送上鼓励。这一晚河口睡得很沉，他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清爽的早晨了。但正在伸懒腰的他愣住了，怎么觉得好像和平时有点不一样了呢？立刻他摇了摇头，不要再乱想，这妄想症好不容易才治好，今天就去杀了他。揣着匕首出门的河口走得很快，以至于身后妻子大喊，老公，你忘了拿便当了。他都没听见，他此时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，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，这只是小事一桩。以至于他并没有发现路上的行人在吃着冰激凌，街边满是贩卖食物的商店，以及身后带着一个孩子的小池先生。看完这则短片啊，医生的这段话很像大逃杀的宗旨。咱们通过那只字片语，感觉权力书就像是家里有孩子就可以一命换一命，就是说多出一个细胞就可以吞噬或是代谢掉另一个细胞。而最后一幕呢，第一次看明白后真的是不寒而栗。河口他又回到了自己的社会，
在之前，他做了一天的整个世界的异类，他周围的人都在拼命地矫正他，让他融入这个社会。当他也强迫自己认同这个扭曲的世界观后，他又回来了。他早起的异样，身上的疼痛都在告诉他，一切都变得奇怪的起点，那个阵痛，他又经历了一次，但他拒绝承认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让他来回的切换，人是会疯掉的。而要说疯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啊？他的妄想症根本就没治好，他就是想杀人，之前的那一切都是他的妄想，是他杀人的理由。总之啊，这个世界观真的是三观炸裂。要是将食欲转化成性欲的话，那么一家人悄悄地吃饭，那是什么呀？藤本弘大师啊，是真敢想，也是真的脑洞大开呀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到这儿吧，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